兄弟们，这基图辐射区打起来真的是太激烈了，我现在脚下就有一对六套，你们注意听，脚步人就在脸上这面墙后面。他们现在已经锁定我的位置了，咱们尽量架好每一个窗口，以免他们会莽过来。OK， 放倒两个，注意听，他们队友也过来了。好了，拿下一队，刚刚你们注意听，没有旁边还有一个枪声，以免他们过来，咱们先补好状态，就等他们上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打完包都没捡，他们就过来了。现在他们都在里面捡盒子，看看能不能给他们炸掉一个。有一个跑出来了，我真服了，不应该自信收枪的。还剩一个，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喷子，咱们先丢投掷物磨他血。他现在已经被逼到小房间里去了，咱们直接上。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，这个人被吓得都不敢动了。这把我刚从复活点出来，就碰见了一对落单的六套。打残一个，只要他们没发现我的位置，那就接着抽。放倒两个，能补掉咱们就尽量补掉，不给机会。现在活的就剩两个了，咱们直接上。有一个躲在废车后面，咱们直接顶过去。OK， 又倒一个，第一波打倒那个估计已经被救起来了，这位置不好待，咱们先换位置。前面树后那个打残了，咱们直接顶过去。他们封了个自闭烟，估计是要打药，咱们从侧边绕过去看看能不能打到。OK， 现在就剩脸上最后这个了。好了，全部拿下，这一队人就一个爆红了，掉了一个六头。这把在辐射区是真的肥打的人全都是红光。兄弟们，地铁新赛季通行证上线了，需要氪回归奖励通行证的兄弟们可以去闪氪上氪金，最近官方再送优惠券，价格挺实惠的，需要氪的兄弟们都可以去看看。前面还有一个脚步声，不确定有多少人，咱们先猥琐点，但拉过去可能会白给，咱们先上楼再找机会偷他们。OK， 这一队估计是死完了，还剩下一队。打倒这个之后，他队友是真的怂，一直搁门口那卡着，耗了半天就是不过来救。打中两枪直接顶过去。你们注意看，门外是有两个人的，以免他们反打，先卡一下。OK， 放倒一个，另外一个往后跑了，趁现在咱们火速去捡药包。这盒子是真肥啊，掉了两件六甲。好了，现在打完药了，咱们直接去掉刚刚跑掉那一个。看这两个爬的方向，他们队友应该就在前面区域了，就剩一个了，还怂他个蛋啊，直接上。 OK， 全部拿下，你还想溜我是吧？这里打的全是红光，让我看看都掉了什么。这个掉了一把精妹和一个六头，另外一个掉了一件六甲，这边这个掉了一个六包。